大家好，这原来九哥。看老婆这干嘛呢啊？化妆呢。今天带她出去吃饭，咔咔一顿化，拿着国王财神酒，越南到处走。九哥国王财神酒，让你桃花财运啥都有，重返青春十八初恋，男女老少都可以喝，没有任何副作用依赖性。整整整，弄弄弄，弄老婆的水帘洞。他不懂我说什么，哎呀，我不好，对吗？没有说你不好，没有说你不好。这个衣服很不漂亮啊，很难看呢。我走了啊，拜拜。快点嘛，还没有，每天你想有什么？然后现在是，猫咪。要回来了，猫咪给它做绝育了，在哪去了？猫咪跑哪去了？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它生气我们了，你看。跑哪去了？三胖，我看看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哪去了它？之前我老婆说每天丢丢丢，给她丢弟弟，然后我说不行不行，不丢不丢不丢，然后她天天在那个位置撒尿，整的屋里骚味儿，然后我下定决心把她丢掉，然后就给她丢掉了，老二给她干掉，快点，还多久？每天我这等，我放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晚上你出去谁看你？没人看你。真的，你很漂亮了，鬼看你。很漂亮了，鬼会看你。男女老少100岁都可以喝啊！真正的强肾健体，九国国王酒一定要去某宝、淘宝。搜索九哥财神酒，然后点击店铺，我会把流程放到视频最后方啊！我现在只能再等老婆了。老公，快点！我不知道，我被点什么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好了好了。此时此刻，拿上我的国王酒，走出发。我老婆这化妆了，我说骑摩托去，她就说：“哎呀，吹的不好。”我说打车去，他又说哎呀我怕吐，你想怎么样？今天去这个地方，他家那个啤酒妹儿老漂亮老漂亮了啊，我不知道在不在，很久之前我去过啊，今天是奔着他去的，说实话奔着这个啤酒妹儿去的。是什么？走快走。现在准备我们骑摩托车去，这是我们的地下停车场，咔咔的。在这里摩托车。现在我们到这个楼下了，看了没？他这个现在准备出发了。老婆今天也是非常的七楼顶楼，他家是。现在拿的是新设备，手持云台大疆的，就不用拿手机晃来晃去的了。然后，老婆开始摘他口罩了，他在自拍。哈哈的，我老婆说这种大疆那个拍摄不好看。现在到七楼了。啊，你有这个啊？哼，我可以就过一辆。在哪里啊？到这之后。哪里哪里？
这里是干嘛的？上楼，现在上楼上。这里很 happy， 有音乐，但是版权原因，我就得给音乐消掉了。上楼看着那美女，看今天还能看着不？啤酒妹儿，那个啤酒妹儿，这是顶楼，是这个妹子不？哎，我能侧着能看着里边儿啊！我操，能看着美女，不是这妹子。没有没有，没看着。兼职的啤酒妹今天没有来，谁是能看着81楼？这景色。坐这里吧。不可以看。那里吗 ？OK。这妹子灯挺大呀，我刚才侧着看着，灯不错，长得差点。哎呀，那边有几个妹子。你喝什么？喝啤酒啊，灯真不小。啊。啊，他是卖啤酒的。挺白的妹子，胳膊挺白。你喝酒加他吗？这是什么酒啊？酒丸。那来一个这个大炮吧。不好喝不给钱啊。你喝什么？然后现在是黄酒，这还有个小手指头。这啥一直不知道，光酒弄起来，兄弟们，整起来干起来，啊，哈哈的，看着没？这边是81楼，能看着点边儿，啊，因为他那个挡着，啊，这个小妹妹，啊，很好的风景。顶楼露天似的，这个是。然后一会儿老婆开始点菜了，快快点菜呀！你不饿对吗？啊。现在这个大炮已经上来了啊！现在是，我老婆我俩给这一个能不能干掉还不知道呢，啊！这是啤酒妹开心了，啊！大灯真不错，这个是柠檬啊，加柠檬喝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呀，可惜见不着上上那个了，那边有个白衣服灯老大了啊，白衣服那个灯老大了。这服务还不错，老婆我不要打，你不要打啊，帮我打丢掉。白很白，不爱喝冰块。越南的冰块有的干净有的不干净，而且第二天会肚子痛啊。然后我点了几道菜啊，这妞灯真大呀、这个妞子真大真大真好，这胳膊滑溜嫩超的滑溜的。我问他多少岁了，叫腰挺细了。又等着上菜了啊！哎，上了一道菜，这个菜是，看啊，哦，生蚝必须得吃起来补起来啊！这一块人民币100多块钱，我一块，嘿嘿嘿嘿嘿，因为用这个相机拍摄吧，没有美颜嘛，然后我老婆总是鬼脸儿一拍他啊，那妹子不错啊。嗯，都没看他，你还在这啥呢？他这酒喝起来很好喝啊，
要。它里边给你放着那个小橘子，那个柠橘子橙子橙子。要。啊。这大炮给它干掉。嗯。很好喝，甜甜的。嗯。站起来弄起来。它这个量啊有点小，这几份小螺就是大概50块钱人民币，量有点小。现在点的这个菜上来了啊，鱿鱼，喝酒喝白酒要有点这个带汤的东西，要不然那个哎呀，给我。好。嗯。好吗？好。哟。哟。我比较爱喝这个酒，非常不错。现在是准备生蚝，搞起来。哎。哎，这缺点什么味道？没放那个芥末，就过来给你们拍视频了。这是一大罐子，现在一大罐子，喝上半罐子了。哎，哈哈的，整。喝起来，弄起来。还下巴找，不下巴不找的话，这罐子喝没还能整一罐子。现在还没到11点呢，他就想回家找老公睡觉了。10点半就开始收拾桌子了，你看，哈哈的。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啊！我不知道吃什么。吃饱了。你吃饱了，你问我要吗？要吗？要吗？然后你说，老公我胖了，然后吃胖了，边一边说胖了，一边吃，咔咔咔的。你有意思吗？你好玩吗？啊？没有。问我老公要什么吗？要什么吗？我怕你饿。哎，我怕你饿，饿回家吃你，吃你奶。好不好？不喜欢。为什么不喜欢？你说不喜欢的啊、哦。不喜欢奶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吃妹，跟懂吗？哎呀，还有剩这一锅菜，还有这个有点，然后啤酒还有半瓶，也我也差不多吃饱了，嗯，整吧，继续喝起来。哟，哇，老婆又开始自拍了，哎呀，哈哈的，喝的酒就开始爱啥了，啊哈哈哈。开始加火加汤，你玩这个？中国，中国，猛吗？那是玩中国平台，看那美的，老婆今天开心吗？我带你出来玩开心吗？开心。爱老公吗？爱老公。老公好吗？好。谢谢老公。谢谢狗狗，回家吃弟弟哦，是不是？那你不吃弟弟，我吃妹妹好不好？啊，喝起来！还有这么些呢，这多少毫升不知道啊？
为什么给我死？今天老婆好漂亮啊，你看漂亮很多，狗一样啊，狗可爱，对，一样你那样，对对对对了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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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刚才过去个大大一大大的啊，啊哪里？我想看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想看。你想看什么？我去捉羊汤。啊？什么？我想看，我去捉羊汤。捉羊汤？你想做假？你想做假？我不要你了，我不喜欢假。捉羊汤是？假可以看，不可以摸，不可以吃。去那里？在那里？电台呀，我喜欢真，不喜欢假。为什么你喜欢你说很多，不喜欢你还说很多很多？哇哇，骗你的，没有。喝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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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哇！骗你的！我看人家的。人哪个？人哪个？啊？人哪个？啊？啊？来来来来！哎呀，我等待，等待，再等待。我的心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。哦，来了！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吃，吃 ，OK， 吃。等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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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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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。还不出来吗？掉在里面了吗？啊！我老婆上厕所喽。我老婆怕我看美女，她在这等不等我？哎，漂亮漂亮，我用这个设备拍。OK， 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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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看到我了？谁看到你了？去去去去去。OK， 不看你不看你，看那里看那里，看那里看那里，有个灯老大老大的妹子了，是那桌的，是这桌的。老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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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就我一直盯着他白衣服那个，他一站起来哇，灯老大了，上厕所现在没出来呢，不知道为啥，嗯，是不是这个不知道，哇，老大老大了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等他出来吧，准备来了。拍不着，我靠，完了，没拍着，看着很准时啊，就到点就开始结账了，登顶了，嗯，就那个妹子啊，就那个妹子，啤酒啊，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，哎，可以，白衣服那个顶奖那个灯老大了，刚才没拍着，这个设备反应慢，因为他这个带防颤功能的，我服了啊！我老婆回头看呢，看什么看？我看米呢吗？你看什么？看米呢？不懂。米呢？你呢？啊 ，OK， 看吧看吧。我洗完了，我穿什么棉素来？拜拜，拜拜，要。穿完我洗了。不懂，嗯。要。一会儿国王酒准备喝起来了，兄弟们，现在开始结账了，我老婆精心的对账啊，那手机板一个是人民币一块多钱，退掉了，咔咔的一顿看啊，你不微雕吗？啊，老婆你不微雕吗？等等他归来了吗？等归来了，对对，你登顶吧。嗯，多少钱？他还没说。那上没有看啊，只看吃什么了，没有说多少钱，对吗？啊 ，OK。你说我。现在准备登顶结账了。
再加点火，火王酒还没喝呢，因为要喝这个汤，要不然喝这个酒辣心辣胃啊。多少钱老婆？一五六，大概人民币450-460块钱吧，460块钱吃了这么多啊。快下班了，可以喝，但是不可以要菜了，厨房下班了。我老婆很认真呢。越南的消费比其他的国家消费低很多，要在别的国家你吃这么多，怎的也得个1000块钱，再就4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，两个人。啊，嗯，赏个菜吧，赏个菜。OK， 嗯。嘿嘿嘿嘿嘿。要要，哎呀，现在开始国王酒喝起来了啊！老婆，帮我，喝起来嘛！快点，那么。哎，怎么堵住了？现在国王酒喝起来啊，啤酒还有这些，喝完啤酒，喝完国王酒再喝啤酒，哎，再来一点，那么饮。好了 ，OK， 哎呀，你想喝吗？喝一口。没那个口。OK， 别喝了。不喝了。他是原来是怎么的呢？哎呀，明天他有事不让他喝了啊，整起来吧兄弟们。我喝杯酒了，我喝酒了。喝这个酒一定要喝完啤酒再喝他，再喝啤酒，不要一口他一口啤，一口啤，死定会头痛，死定会晕啊。上次我们俩喝了7-8瓶国王酒，他喝的有2瓶，他喝完一口光酒，然后喝一口啤酒，他那个把那个啥去，第二天头痛了。我说不可以这样喝，他不相信我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喝起来整起来啊！现在我老婆提起来我的，看到一个视频的一个老婆了，啊，说哎老婆给你，老婆吃吃，老婆什么什么。我送之前的女朋友一个表，那个表也不贵，1000多万。我今天他又想起来，为什么今天你为什么我给你亲？为什么今天你想起来说他？为什么？真的吗？大？为什么想起来说他？说？为什么？今天？为什么？我看你就没了，你没有帮我一个，为什么你帮他？我老婆说，哎呀，他帮我吃，没有帮他吃。OK， 我帮老婆，我帮你这个你不吃，啊，我帮你这个，来，来什么？说来。老婆，你吃，好老婆。看我视频，以前给以前老婆夹菜什么的，哎呦！今天他嚼了，对吗？你知道他多少岁吗？多少？毛白，17岁。他还喜欢去哪里玩？咚，喜欢，懂吗？还喜欢玩这个呢，喜欢去酒吧，很小。喜欢玩呢，不让你。老了。我可喜欢去玩那个，是你哦，是你不跟我睡过哦，我想哦，有了空了不可以去玩了，不让他。啊，谢谢老婆，我也让你啊，很久我去 KTV 去哪里找女人，什么很多啊，有你了，我不去 KTV， 我不去找女人了。
有啊，有我吹包。没有，你看我有吗？昨天，你要不要看？我要骗你，我狗，你要不要看？有没有昨天有没有朋友找我去 KTV？ 你想看吗？不，你想看吗？你用他说中国，你用谷歌看他有没有说我不行，我有老婆，我不可以去了。你想看吗？我没有没有我狗，我信你，没有我狗，你真的信我吗？你真的信我吗？你真的信我吗？我哪里了？等等等等等，你又神经病来了又，这不你吗？这是狗吗？啊，屏保还得用它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真的了，哎呦天哪，我都服了。我要给你看，我不给你看不可以啊！我要给你看，你看你看啊 ，KTV 他有没有说啊？哥哥来 KTV 玩，他拿钱不要我拿钱的，我说不去，我有老婆了。你看有没有说？你看，啊，听上了，你懂吗？你听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给我吧给我吧。好啦，你说你不喜欢，我说我不喜欢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那我只能说我不喜欢，我不能说我老婆不让我去，我怕老婆。那男人可以这样说吗？啊？我哎呦，看不着，看不到呢。等一下啊，为什么看不到？啊，看到了。好、啊，十道功效，一起是363嘛，带你喝酒 ，KTV， 昨天喝了。喝两瓶国王酒功效，我把国王酒功效发给他了。这个拿了四瓶，我也备注了啊。然后后来又要了10瓶，他好几个人喝啊，就是昨天的，你看没 ？KTV， 我的天哪！哎呦，是，你看我等着想带国王酒去那呢，要一起去363吗？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。这粉丝说的要一起去363吗？你看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一起去363 KTV， 你看他一起去好不好？你看。是不是昨天？你看，是不是昨天？你看，是不是昨天？我没有说很多，然后给他送酒。你看，不是很久了，是昨天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是不是昨天？很久了，你去跟。你知道我爱你很多吗？你知道我爱你很多吗？我没有你，每天这里女人那里女人，我摸很多奶奶，我可以很多女人爱我，懂吗？哎。给你酒。没有酒了，你还快。给我屎啊！哎，你想去玩？那我不想去玩吗？那明天你去玩，我去 KTV， 我也去玩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我刚刚你说，老板，你是欺负他，还有是欺负他才去玩？对啊，所以我不爱他了，所以我不爱他了，我不爱他了，我和他分手了，拜拜了，我说你滚。他不跟你。没有，他不跟我。你看我给他买很多礼物，我爱他很多。他不给你。呵呵呵，嗯，哎，老婆又有点喝多了啊，一喝点酒就这个了，可爱了，脸红了啊。光酒喝起来，兄弟们。啊，就这些。还有那边还有一桌，我们不着急，还有一桌，后边好像没有桌了，后边没有了。搞起来，干起来！你说什么？今天我有吃多吗？没有，你今天你没有吃，这都是我吃的，都是我吃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啊、嗯、啊、嗯！这一个大饭干完了，一瓶国王酒干完了，我们准备，啊，怎么了？我没有那个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空巢空巢，这基本就是全啥了，全撤了，没有人了。嗯，拜拜了，再见了，兄弟们。哎呀，国王酒喝起来，记住九个国王酒店铺，九个财神酒，搜索。下一阶段去，极品妹妹，期待中，寻找越南极品妹妹。现在啊，买了很多啤酒，家里还有蛋吗，老婆？有什么？蛋。有吗？对吗？对吗？三。有吗？家里还有吗？有，一点点。一点点，拿一个，拿一个。我们还哎，没有，没有油了。
家里油盐酱醋啊，油在哪里不知道。OK OK， 买买，我吃我吃，我们吃我们吃，买，我们吃我们吃，买吧买吧 ，OK， 我们吃，快快快，你看人来了，不想救。他摸一下看一眼，完了我让他买，他又说不想吃。嗯，这一天天的，这愁死人了。嗯，这各种酒都有了，啥酒都有了。嗯。他家这个超市生意比较好，然后买了个冰箱放着呗，啥都想喝啥都喝，总比没酒时候强。闲着闲着，嗯。老婆买一些零食，拿大可以可以，家里没有豆油了，来个大豆油，嗯。你拿这个，这是什么？那里面是什么？是你舅啊！不是我吃的，不是我吃的。花籽。两边白花。菜的花籽。花籽还属于我们中国。这些应该大概在六七十万吧，够了。白姜烧的吗？白姜。多少钱？我怎么拿？嗯，啊，算了算了。嗯，七十多万，七十多万，两百多块钱。回家继续喝呀，继续喝，继续喝，三大袋子，看看三大袋子。白酱烧馍放进去，白酱烧。七十五六。七十六万多，没喝吧？这够我喝一阵的了。一会儿见。现在买了这一堆酒，然后现在是，哎呀，回去继续喝。我为什么？真不好。为什么我不好？不可以玩那个。为什么不可以玩这个？我真吃怎么办？你真吃怎么办？你傻，这个你真吃。哎呀，你是给你什么你吃什么？等有一天你睡了，然后给你吃咬一声。哎，老公好吃。我说等他睡觉给他吃粑粑。老公好吃是什么？我一看咬一声啊！昨天老公你有喝了吗？小猫咪，给弟弟割掉了，可怜又爸爸，怎么办？我老婆回来抱抱他，来，不可以管，来。没事，没有完。这眼神啊，有点傻了，眼神有点傻了。啤酒一堆买回来了，什么还喝了啊、哦？兄弟们，活动又开始了，活动又开始了。两瓶光酒送一盒路边膏，一盒25粒啊，截止为5月1号截止日期啊，一盒25粒，一盒25粒啊，给你们看看，这是路边膏。然后国内的啊。国内的就是中国的就不给你放盒子，这盒子征用，因为我这个酒，因为把酒放在盒子里边给东南亚人用了，因为东南亚国外的发酒有的发不过去啊，酒水的禁止邮寄，然后我放在盒子里边，盒子就给他们征用了啊，然后国外的有盒子，国内就没有盒子了啊。然后这膏这弄得好，兄弟们啊，直接这么吃就行啊！鹿乃编钟之王，一锅37根编，26位配方，市面上最好的膏。所有下单的我都会收出，客服都会把这个我的微发给你们，然后你们
可以亲自跟我聊天，然后你扒了朋友圈，你看看啊，做了好几年了，一直我们中国都在做的，给大家试吃。一盒现在卖208，我们国内是卖368，直接人嚼，嚼完之后吃点水果就可以了。然后另外记住找9个的淘宝店铺给你们看看啊，每天2粒，早粒晚粒，一定要记住，每天2粒，早粒晚粒啊！我老婆还在这化妆呢，我们准备出去。太然后吃点水，吃点水果啥的，完事之后，然后给你们看看9个淘宝店铺怎么搜索，还有不知道的呢，直接点开手机淘宝。然后搜索，在这搜索9个啊，9个财神酒，9个财神酒啊，能看清吧，然后点搜索，搜索之后然后点击有天猫店铺，点击店铺，然后第一个就是我288啊，这里也有路边膏啊，有路边膏，还有很多人问我翻译器啊，9.9成新的啊，收的货不喜欢可以退，1200一台啊，1200一台。然后在这里随便点哪个链接都可以了啊，路边膏也可以单独下单，路边膏是5盒一周期，5盒是980，1盒是208啊，5盒能比以前强，时间硬度能比以前强40%啊，然后你们就关注9个的店铺就可以了。关注之后想下单下单什么就可以了，你们会了吗？